用循环再造纸制成的13尺高纸恐龙，巡回摆放世界各地，响应环保倡议，以及用2吨纸制造全球最大纸迷宫，破建历史世界纪录大全，都同联合国提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。香港商人凭环保理念创业多年，最近获马来西亚封爵，他移民多伦多，将绿色环保工程发扬光大。请收睇星期三下午6:45，琴晚上10:20《时代》杂志的报道。